习。相信我在这条路也不是孤单的，因为我认为呢，在我们的政治方面，在推行政策的时候，其实很多人都蛮忽略政策研究，很多人也不把政策研究当成一回事。毕竟政治人物我们都说他们会有自己的考量，自己的打算，到底我们有时候也会怀疑，身为政策研究员，我们出来的东西到底有没有用。但我相信如果我们只是像一般大学里面只是专注于刊登你的研究成果，而不去跟社会各阶层接触的话，其实就不会有什么效用，因为最后可能就是剩下一个冷冰冰的一个文件在存在网络世界里或存在图书馆里面。而今天我是想要把我的这些年来累积的经验、学习的技巧和知识传授给大家，给大家讲解一下什么是公共政策研究。首先我应该要上传一下我的slide。好，OK， 我感谢大马星的学运联盟还有权益社举办这一次的工作坊。这一次是分为两个星期，今天是一个理论班，下个星期呢就由你们讲，我来听，给多给点评啊。今天我感谢燕可在幕后安排，还有鬼泉在负责联络，还有其他的事务方面，还有在那个比如说宣传方面，我也感谢各方的支持。今天在在很短促的个宣传的情况之下，能够吸引到30-40个人，觉得是很了不起的。OK， 今天其实整个过程呢，课程呢，我要谈的是什么呢？我告诉你们什么是公共政策，到底还有什么特征，然后到底公共政策是怎么制定的？其实他们需要政策研究吗？这个你们可能要想一想。我们要知道到底是谁扮演那个角色，到底谁去影响这整个这个政策制定的过程？然后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政治人物成为决策者，他们有自己的偏见。常常因为有偏见而导致政策有错误，当然政策有错误小的方面可能没有什么大碍，如果是问题大的时候造成国家的经济损失或者人命伤亡，这个可大可小了。所以到底有什么样的解方呢？我是认为研究可以带来一些比较科学性的一种分析，让他们能够更知道他们如此决策会面对什么样的社会后果。当然我会再跟你们谈到底政策研究有的大方向，到底什么样的方式，还有什么样的类别。当然政策研究有很多种，你们在电台听到的还有在报章看到的，这些都是评论。评论是不是政策研究呢？这个等一下我有一个分解了。再来是怎样去搜索这些政府的数据和资料。其实这个也是一门学问啊，这个也肯定是经验累积。我今天会给你们一个点点的 crash course， 告诉你们到底怎样能够比较快的可以找到一些东西，不需要去打电话去联络什么样的公共政策研究的机构，告诉他们将来的 GDP 的这些 data。 我觉得你们希望你们上了这堂课过后已经不需要去主动接到这个电话，因为我在宾州研究院的时候常常会接到这种很普通的要求了啊。其实大家都如果知道的话，其实就可以自己来动手做了。最后还有当然有数据有的资料怎样分析，我觉得这个很重要。因为分析的方式会影响你怎样去论述。当然可好可坏，有些人可能刻意知道一些分析的方式可以比较煽动，让人家会觉得这个问题很大，其实可能不是那个问题，问题可能没这么大。所以到底怎样分析其实会影响过后的政策论述。所以这些东西在关于政策论述的语言，从数字到文字这方面，其实就看你怎样对这些你拿到的资料的分析的结果说故事。因为政策研究其实最后如果你是想要能够套上一个比较有用的比如政策的方向的话，其实是
要有一定的价值观，有一定的故事的。为什么你会推这个政策？然后你背后支持是什么？然后你是怎样看待这个数据的？所以，政策研究不代表带给你真理，但是会告诉你很系统的一些知识。就比如能够把一些偏见能够排在一边。所谓什么是公共政策？这边有一个比较拗口的定义了啊，其实有几个层面。它主要是牵涉到公共议题，当然是由政府当局颁布的一系列的东西，是一个系统的，它是有关行动方针、有关监管措施、有关法律和指导原则，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政府来颁布的。当然，法律约束力方面是有差别，等下我会跟你谈。但这些东西最后会影响大家。当然我们说公共政策是为了社会大众的利益和扶持。这个也是我坚持的，因为我们活在这个民主的社会，当然我们需要做的东西是为了这个社会更好嘛。有什么特征呢？当然，关于政策呢，其实是为了要去解决一些问题，或者是处理一些问题、一些课题了，社会课题。所以政府对这些课题的反应其实是很关键的。他怎样去面对他，怎样去应对处理，这个其实是一个代表着一个明确的政府的立场。但是如果有一些东西他你投诉了，你反映了他依然不处理，其实也是一种立场，而那个立场是漠视的，就是 imply 的一个立场。形式呢？是。是啊。我是要这样子的，不好意思哦，这样子刚才你们错过了几个了啊，这样子不是 full screen 哦，可是怎么办？这个不是 full screen，这个是 full screen 的，看到是 full screen 还不是 full screen？可是你们要这样子吗？我按 full screen 你就看不到了，怎么办？不需要 full。是啊，按 full screen 你看不到，OK，我可能收好了，加大一点，OK，这样子啦，好，OK，所以，看我刚才这样子说的，就是这些特征呢，说它可以以什么样的形式呢？可以法律或者是规则或者是政策的指南出现，就是 laws and regulation and guidelines 来出现，它。通常是代表公众的一个决策，就是说，政府做的决策是代表你的，它代表你，也代表其他的身为社会的每个人呢、做了一个决策。通常也会有一个目标，政策是有一个目标，或者是想要达到一个状态，一个理想状态，就是说他可能知道有一个问题，他制定政策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最后是，当然是由政府当局决定和颁布的。这个过程其实所谓公共政策呢，是一个持续性的过程，因为没有一个公共政策全部都是赢家，这是不可能的。就是你如果研究的话，是一种利益分配，到底谁是赢家，谁是输家，谁要为这个政策支付，即使是由政府付钱的，这个也是来自人民的钱呢，因为也会有那个机会成本，为什么付给这个政策，不付给另外一个政策呢？所以。可能就是这种零和的情况之下，机会成本之下，其实如果你付给这个政策，其实代表你剥夺另外一个政策的那个资源嘛，所以这个还是一种利益的分配。这个持续性的过程呢，会如果是有遇到这个问题，再次出现后变得更糟糕的时候，就会再重新检讨。如果检讨了过后，就去修改。那你到底要怎样做得好呢？或怎样做呢？这个当然是需要一些资讯，一些根据来修改，所以为什么政策研究重要，就在于这些 gap，这些地方需要填补。所以作为政策决策的基础考量，政府当然会说，我国的特情，我国的国情是特殊的我们的政治社会的架构结构跟泰国可能跟美国是不一样的然后我们要了解我们做的每个决策。既然是公共政策，
当然是跟社会的系统有关。但社会我们也知道，有各种各样的人，有不同宗教，生在不同的城乡的地方，然后个别的地理环境、经济的职业又不同啊、然后我们语言也不同，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会影响做决策的一些考量啊、然后我们也知道，可能做一些决策是为了这国家的未来的一个需求或者需要。有时这两个是相同的，但是未必是相同的啊。这个框架呢是在宪法的架构下的一个议会民主制度做了决策。当然要做决策不是说你要什么时候做，不管那个程序是不可以的，是如果是立法的话，你知道要回到去立法院啊，还有一定的程序要去做啊，可能也需要经过一些基本的公共的咨询等等。所以我们是在这个民主议会民主的制度下，我们选了我们的民意代表，然后再由的民意代表组成政府，所以做的决策也基本上也应该要反映出这个民意。然后这些是谁可以制定法令呢？我们也知道我们有联邦政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因为地方政府的法令在60年代、70年代已经完全就搁置了。所以是由州政府来接管的地方政府。如果地方政府那个法令是，如果是重回的话，我们有重新选举，我们有地方政府的话，那青色的那个部分就是地方政府可以负责的部分。这个在我们的联邦宪法的第9列表里面有清楚阐明我们的各级政府的那个权限。所以你看到如果是哪一个政策的领域是三个颜色都在一起，或至少两个颜色，代表这个政策呢是联邦政府和州政府或者是地方政府共享的。比如说在城市规划 housing and town planning， 其实三个政府都有牵涉的。在交通方面，你也可以看得到除了就是城市里面的路是州政府的，其他的跨州的路等等的都是联邦的，可能海港啊，港那个飞机场啊是联邦的，然后所以大家会明白为什么州政府会很不愿意要放下这个地方政府选举，因为如果你看青色的部分都跟州政府作对的话，州政府其实没有什么特别的权利，除了在经济方面跟联邦政府一起合作，这个是没有跟地方政府重叠的。OK， 所以大概明白谁可以制定些什么样的法律，这个很重要，因为这个是决策嘛。你讲谁做决策，就是哪个政府里面的人咯。所以你定这个公共政策的管道呢，是有三个方式。当然，第一个是大家很熟悉，就是政治了，就是政治人物可以突然间有一些开窍，想要进行什么计划，通过内阁会议达成一个决定就指示了啊。这个也可以指示，可能 AG 就去草稿草拟那个法令等等是可以的，或者是有执政党他们大选胜利的，他们也为了要遵循那个竞选宣言，要达成这些，他就也可以由执政党通过政府去下令，讲要进行什么样的公共拟定什么样的公共政策。很多时候呢，我们的政治人物也没有那么聪明啊，我们也有相当专业的公务员，他们也向来在除了行政，他们当然需要落实政策嘛。同时其实他们也有他们的 capacity 是可以来做研究政策的，所以在行政方面呢，也有可能是来自公务员他们的倡议，说要推行什么样的改革，因为经过他们可能十年来的观察，他们落实政策遇到的障碍，他们可以反映出来，他们可能结合起来觉得他到底要怎样解决这个方式。其实通过行政方面也是可以达成这个公共政策的拟定的。这个通常可以在部长级的高层会议里面就可以完成了，并由这个部长带去给内阁
如果说要制定法令的话，就带去给那个批准了过后，就可以去当做是 government business 放在下议院提案，然后通过了议案的话，就是变成法律的了，法令的了。当然也有综合的，就比如说政府其实可能比如部长后面可以不是很清楚这些政策到底好或者不好，所以他可能要指示一些公务员先做内部的研究，可能成立一个特委会啊，或者专案组的研究啊，然后由内部人可能他们也可以去 outsource 给其他人去一起去研究，最后再提成回去给内阁，这个是综合式的，就是从上到下，下到上，所以这个管道。也是一个拟定公共政策的管道，所以我们要知道的是，不管你有没有发出任何声音，他们是可以做他们的东西，就是拟定他们公共政策。比如说要制定新的法令或修改法令，当然就回到去立法院啊，立法院可以是在联邦就是国会嘛，如果是州政府的话就是州议会，当然如果是说一些行政的规则指南。或指引政策方面，其实这个是行政官也可以决定的，比如一些什么样政策的 regulation， 或者是由部长决定的。在 regulation 方面，其实还有 guideline 这两个，其实是有一些法律的约束力的。比如说，如果政府在行政落实自己政策的时候，没有根据自己已经公布的指南或规则的话，商家或者是利受损人可以告政府的。但是如果讲这打杀那种原则性的东西的啊，这些就其实是一个原则而已，是一个指引而已，这些其实是没有约束力的，所以这些就是那个分别。如果是说这个整个决策过程呢，你看的是一个很直线式的了。首先你会看到有问题的存在，然后问题存在过后，政府无论如何也需要去找出到底是发生什么事情。不管我们有没有做研究，他们这些也要做一点研究或者分析，然后这些就变成一种资讯。有了资讯过后，他们就可以讨论。讨论的时候，大家就会去想到底怎样去应对。所以这个是一个规划和拟定合适政策，就是在考量方面。但是有些人可能比较集权一点的部长，可能他自己想要拍案做决定，他收到资讯，他觉得我认为就是这样的。他也可以拍板了，所以也可以直接跳过了考量，因为他决定了。当然，有了决定过后，这个东西要公布去外面，所以政府要做的是要去捍卫，那个政策，就是也要合理化那个政策。因为你要落实的时候，如果是说现在我们 SOP 要提高罚款，那当然这个也牵涉到人民啊，人民的福祉也会受到影响，当然人家就会闹你。所以你就要去尝试去辩护，去合理化解释为什么这个是正确的，不然的话你可能就要修改了，不能全部人不跟着法律来做的话，你也头很大。当然在这个落实和执法的情况之下，你会看到出现很多问题，比如说问题还是没有解决，你本来讲要解决那个问题，你希望通过这个政策过后能够解决，结果没有解决，反而变恶化了，或者人民也不遵从，可能执法方面遇到问题，可能需要一些其他方面的政策，或者需要更多的法令来执行它，或者人力所以就要开始评估去检讨，评估检讨也是一种找出问题分析问题的一个东西的过程，所以这个也是需要做一些研究的，也是个资讯的来源嘛。所以你知道这个问题过后，你可以考虑如果是你有问题，你觉得这个政策已经可以解决的问题，就可以终止了，就不需要这个政策了，或者可以让它继续，反正就。这是一个好的政策，就继续吧。但是如果还是遇到更多的问题，有新的问题出现的话，就要制定新的政策，修改政策。哎，你想决策的主要角色就有可以分为三个。第一个就是政治人物和公务员。不好意思，我国还是没有一个很独立的公务员系统，因为公务员本身其实是应该遵从当下政府的指示。去执行政策，所以我就把他们放在一起。他们政治人物和公务员是决策，就是拟定政策、执行政策的人。第二呢，我觉得我们的角色在公民社会，或者我们一般的公众，我们其实讨论的是，我们关心的是公共的利益。我们其实想要某个政策，不一定是为了自己，对自己好，像对我们各阶层的人好。我们从这个地方出发。
所以我们常常会想要通过对话、会议或者是媒体去传达这个意见，或者你提出一个新的点子，也可以是来自大学或者是研究机构，就是让这些点子、这些意见传达给政府官员，让他们重新考虑。这个东西呢，其实利益组织也会在做的，但利益组织他争取的，有时候感觉他好像站在你那边是争取公共利益，其实他们也是争取他自己的很狭隘的利益，比如对于他们自己的会员，对于他们自己的公司的老板，或者是 board director 或者 stakeholders，这一点的话，其实就有很多层面可以攻的了。到底是不是应该一次过或分阶段是怎样分阶段呢？5年内你就要买完，那个钱哪里来？很多东西你可以问啦。所以这个是一个 exercise 啊，我这里提给你，当然等下你的那个题目不是这个啦。如果是说公共政策要去了解的话，其实有几个方面你可以去通过这些方式去了解。最常你可以看到的是一些评论的点评的分析呢，在报纸上或电视台，我不能说这个是最，因为它可能是不是这么专门的？它没有用。可是我觉得，如果你是从事政策研究，或者是甚至是政治科学的人，你其实应该要下到这个评论的方式，因为研究的东西，如果你不跟大众去沟通的话，会用比较浅白语言的话，其实也不能帮助到那个公共政策的进步，因为你需要有一个塑造一个公共的舆论，所以再上一层就是政策的分析，政策分析跟政策研究有什么分别呢？我们也知道，其实有些人做的东西看起来好像是政策研究，其实只是一个政策分析。因为政策研究东西，可能是像一个 think tank 出一个 report，是一个相当完整的，必须可能是要有一些架构的。如果政策分析的话，可以是一个很短暂的，给你看几个图，然后你可能分析一下那个趋势，就告诉的公众，你认为这个是一个怎样的趋势，你可以不用考虑其他东西。或者是如果政党下令你讲要制造一个论述，比如说以前对了，就以前讲在槟城的时候，他们讲在吉打要建，孤立要建一个机场，所以这个机场是需要的吗？当然上头指示的时候你也知道，其实你是要讲求引导那个方向的，所以你就是 cherry pick 那个 facts 啊。其实 cherry pick facts 的话是一个分析，但是如果对方也有其他的资讯是对你不利的话，他也可以反驳你啊。所以这个分析的方面是可能比较片面的，或有时候会有这种不是很科学方式，是去拿这些对你有利的资讯，不利的东西你就不谈。这些其实是一个分析的一点呐。所以到政策研究的时候，就是可能比较全面，你可能出一个 paper，很多东西你要去想，包括那个研究的方式，methodology 也是很重要。当然，肯定不像这个政治科学那么完整或者是严格，但是你也是需要有一些的 credibility。问题是，你知道政治的动作是很快的，时下课题当下是需要你分析的，所以我们做政策研究员的时候，不能说，我一定要做好，在一年里面要做好一两个 paper。其实这样子，其实你很缺乏去影响这个那个社会，因为其实很多课题是很当下，他们急需要一些指引，你就要在这个时候做一些分析。所以不能说，因为分析是片面的不好，但是我觉得这个时候是应该要有人去，根据那个这个趋势和现在的要求需求去做一些分析的。所以这就是我的 my take 啦，我认为怎么样？我本身当然从事分析的研究都有了，决策的偏见这个很重要，因为什么是偏见呢？是在于我们主观观察的和客观世界真相的一些系统性的分别。这系统性的分别来的很多时候个人经验呢，我可能以前可能。爸爸妈妈常会告诉你，我以前几十年前我的薪水底薪都是这样子，我也不要，不是一样活过来他就告诉你，你不要去埋怨你的已经薪水低，要你接受这个公平吗？这个是有点偏见，因为那个是你个人经验，而且事情也转变了，是不是？这个 anecdote 的意思是说你去问你的朋友，对于一个课题的看法，如果全部都告诉你我们都认为是 A 就是解决方式。而你就觉得A 应该是最好的，所以我就决策用 A。
可是这种是根据你的朋友一些经验，得来的东西，这个可以是一个决策的根的基础吗？那再来是，当你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你去问专家，可能你一些身上的问题，你去问医生，因为医生你觉得他是个专家嘛，他告诉你什么，你都会相信，你可能都会买。但是万一专家骗你呢？或专家有他自己的利益在身，他可能想要卖一些药呢？你不知道，可能因为你的偏见，你认为他们是专家，你听完这个对你是不好，所以这些东西都是一些 informal reasoning，就是非正式的理论，因为你有个人的信念和expectation 期望，你这些都影响你去对这些资讯的一个解读，或者你可能观察的还是身边的一些例子，数量很少的，其实是没有什么代表性的。如果你因为这些东西而你去觉得，这个政策应该是这样走的话，你就可能就误人子弟，然后是非常严重的。或者，很多东西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去做研究，因为你可能忽略了一些其实已经存在的一些事实或者是一些可能性，你不懂，因为你没有去再挖多一点，所以这个都会造成偏见。OK，这边又是给人讲话的时候了。我记得在西蒙执政的时候，马哈迪也说过要重新来过这个哦。你看他的解释，然后你们有话说吗？有没有人要评论一下这个英文教书与政策？我想说，这可能跟马哈迪他自己本身的个人经历有些关系吧。他可能他求学的过程中都是用英文来学数理，然后所以他就是会有就是自己的个人经历，然后可能就有一些偏差。诶，都是肯定的。然后偏差在哪里？什么东西你觉得他的偏差是不对的？就他可能觉得说，应该全部人都要像他这样子，用英文学数理，然后这样子才对国家发展好。啊，这边就是说，因为大部分的科学、数学的知识都是用英文来教导。这般这个推论，你觉得是对吗？可能你可以很容易举出一些反例吧？世界哪个国家其实不是这样子的？当然，我们知道到大学的知识，很多时候都需要用到英语来英文来沟通，但没有问题啊。还有人要说一说吗？还有人说一说话吗？确实就是大部分的书籍都是英文为主，但是像中国台湾都是用中文在教。然后我自己本身，求学时期也是用中文学习，因为我可能不是英文的母语者吧，所以像他这样子的政策就对于可能我来说就是特别的不利。对对，因为你其实你也是拿你个人的经验来反驳他，你有注意到？因为你谈的是中国台湾，然后你自己的环境，但这个也是一个理据啦。然后其实我不是你所说的这样，其实我也觉得没有问题。然后当然我们也知道日本啊、德国啊这些欧洲的国家，他们也很骄傲自己的语言。然后日本人甚至可以就完全写日文，然后好像你要英语啊，可以啊，我翻给你啊，咱们翻给我，没问题啊。他不懂啊，他也可以翻啊，翻去日文来看呢、啊。我有遇过这样的人呢、啊，所以但是在他们自己的那个学术的那个领域里面，他们还是佼佼者，他们还是因为有些东西是讲究技术和技巧的，除了知识之外，所以觉得这个根本就是谬论嘛、啊。他就用了自己的经验，但他有第二点就是说，用英文教数理化可以提升英文啊，这个肯定你们都意见的啦。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偏见的来源呢、啊，就是他用他自己看到的东西，他认为哦。大部分学术论文是用英文，所以我们小孩子啊就应该用英文来学，这个是两码子的事情嘛。所以这个我跟你解释为什么我刚刚我谈的那个偏差了。所以政策研究呢其实是一门科学，科学为什么呢？就是为了要去减少或去除这些偏见的偏差，所以是一种有机制的设计啊。但是科学不等同于真理。
它是一套系统去帮我们了解这个现实。但是科学是有它的局限性的，比如你设计的那个研究的方式，你可能有一些 assumption 就是一个局限的嘛，因为你 assumption 你可以不对，或者是有一些偏差。但是如果是说研究的方面呢，一般是讲工作，但是一般是研究。研究呢，就意思是什么呢？就是通过明确的步骤，系统性的去创造知识。所以如果你要去做研究的话，一个公共政策来到，你要研究什么呢？你先要有一个想法，那想法就是一个研究课题，一个题目。然后你要明白这个研究的那个题目的那个范围，那个概念。如果你要研究教育课题，当然你要明白教育概念啊，要明白教育的意义是什么啊。如果你认为教育是为了赚钱，劳动市场配合这些劳资市场，那这个也是一个想法啦。但是这个是教育意义吗？很多人也可以跟你辩论这个事。所以如果你确定了大方向，你继续去跟着那个方向去找相对的资料啊，再分析，然后你的结论通常就是你设定了这个题目研究的方向。所以这个是大概是那个研究政策研究的那个轮回。那公共政策其实是非常跨学科领域的啊。很多时候你必须要了解不只是经济，也要了解政策政治。因为所谓公共政策嘛，是必须通过政治人物去推的，你不要很学术的去提一个东西，你知道是可能会发生的，所以你要去明白那个局限在哪里。社会学、人类的行为、学心理学、法律就是了解当下的政策是什么。你先要知道当下政策是怎样，你才懂得要怎么去修改或制定一个新的。不然的话，你讲要制造一个新的政策，其实政策已经有的话，你是不是很排斥？因为你没有做好功课。所以这些东西都是跨领域的研究。所以你要有什么呢？你需要具备的是相关的领域知识。研究经济当然要有经济基础一点哦，教育当然都了解一点教育咯。所以知道这个过后，接下来就是要知道怎样去研究。你可以比较很全面的研究，或者是一些分析也是 OK。来，我就讲一讲研究的目的，比较快速一点讲解啦。主要是探索，有些人是为了就是探索，因为一些是很新的课题，大家不大了解，比如从 MCO 过后，大家会出现一些精神状态，或者是我们更多有兴趣了解那些 Grab Driver 这种非正规员工的一些问题。这是因为这个 MCO 带来更多的工作机会，大家看到这个东西。而我们探索性的研究其实是为了要明白，到底是真的有这个问题吗？它出现在哪里？问题有多大？然后是到底是怎么样的问题？所以是很广的，没有一个结论的东西，是要了解回答心中那个 why 啊。然后描述性的研究呢是。可能就在特定的一个场景现象人群，你去描述详细描述这个问题，比较回答 what 的问题，就可能你想要知道到底多少人有类似一样的看法。比如说刚才讲英文教数理或者母语教育，母语教育是最好的教育，到底多少人有持同样的看法。然后你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去试探他们的反应，比如说你不要去华小了，去国际学校 OK 吗？这样子你可能你就可以试探，你把那个问题转一转，去看他们反应是如何，然后要了解这个所谓的问题到底是谁牵涉在里面，所以回答很多种关于 what 的东西，就是这个研究的其中一个目的。最 powerful 的其实就是解释性的这个研究，就其实要了解要解释某个社会现象，这个比其实就是探讨如果想要某个解释，可能一些社会的一些偏见是否是有它的更基础的，比如说有的人说马来人是懒惰的，华人是爱骗人的，这东西是某种的现象，可是是没有不一定有根据，可是你想要去了解，所以呢去研究，去做一些实验，去测试到底这样的解释是有没有道理的，或者是你可以用现有一些解释去解释一个新的课题。比如说华人很群笨，可能你就要用华人对一些其他种族的人去了解一下是否见状有差别。当然，所以这个方式其实是有两个方式可以来测验的，一个是
实验室的方式，就是你可能有把不同的人归纳不同的群体，然后你一些你有一个 treatment， 另外一个你有一个 treatment 呢，就作为一个 control， 你去看一下到底东西中没有分别。另外一个是关联式，就是你可能把已经过去发生的事情，然后你去研究到底他们有做什么或没有做什么，或有什么样的特征，然后你去归类，这个是比较 statistic 方面的去解释某个现象。所以在研究方面，我可能不会跟你解释详细太多，这个slide 我过后会分给你们呢，你们可以慢慢的去看。我们会有定量和定性的研究，这个研究方式会有很基础的不同，和问的问题也会不同。比如说，如果是定量的话，你是比较强调是数字上的，你会可能要很大的那个样本，然后你要问的是关于cause and effect 嘛，就是到底是什么因种成什么果，还有到底那个因果关系多强。然后你的方式跟 qualitative 可能是比多深入的 interview 去明白那个 why， 那个到底是什么意思，什么意义，到底这些东西的过程是什么，会比较强调于在那个整个过程的东西，所以它可能会比较深入的跟几个人去探讨 sample size 也不用这么多，各自有各自的重要性。最常见的那个政策研究的方式就有这些我列出来的 case study 是最简单的，你就拿一些可能国家和国家的 case study， 你就拿马来西亚跟东南亚的国家对比，可能白人的国家，比如美国或者加拿大，你看可能文化的分别之类的，也可以做一个 case study。然后实地的研究的话呢，可能你就要去到当地，如果想要了解Johor 的交通系统，因为在这个伊斯坎达发展之下是不是很盘乱，或者是没有系统，可以当地下去做 field trip 咯，去看一下咯，访问当地的人咯。再来就是次要的分析，就是拿政府的数据来做分析，这个是等下我会教你们的。问卷的调查，这个是如果你是很 serious 要做政策研究，问卷调查是其中一个定量的研究，然后也有人可以做研究凭借，就是你把所有相关的研究聚集在一起，然后你从中去做一个 review， 去研究一下到底这些所有的研究得出来一个结果是什么。然后你也可以做 qualitative 的方式，你的 interview 人，这个很有 powerful 的，就是成本效益的分析吧，就是 cost benefit analysis。 其实这个要看的层面相当大的，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常见的政策研究方式。因为如果说政府要不要签贸易协定，肯定要做这个应该要做的是成本效益分析，到底谁会得利，谁会亏损，政府应该保护谁，然后我国得到的好处跟其他国家得到好处是如何，这个是要分析的。我谈的就是 evidence-based policy 啦，就是循证的政策，就是以现有最好的研究证据作为政策制定和落实的那个核心，然后有了这个证据过后，才有帮助人们或者包括政府去在制定这些项目和政策方面做这个最明智的决定。我们希望政府是看证据的，不是看一些人的假说啦。所以这个是我们希望做政策研究可以达到的效果，是大家很理性的去判断这些东西的好和不好。但做政策研究有时会发现对自己不利的东西，如果你是诚实的话，其实不利的东西你应该摊开来给大家看，其实是有一些，因为我跟你说政策是没有 100% 的好处的，一定有一些可能坏处对于一些人，所以你应该要很诚实的就摊出来给大家看。这个金字塔其实告诉你，所谓证据的强和弱，通过什么样子的研究，就如刚才我说的 expert opinion 和 editorial 这种大众的传播的东西，是证据是最弱的，你不能拿我的 article 去跟你一定讲你要落实政策，因为我是这样子写，是很难说的出口了。所以证据是根据这样子排上去的，但是越来越上面的那些其实是非常专、非常花时间的一些很精细的一些的研究啦。我觉得大部分人可以做到的是 case study， 说 case control studies 这些东西都很不错的，如果你是可以做一些类比的话。
这个可能对你们最有用。这些都是我把一些我知道一些数据在哪里，放在这边。如果你是要找数据的话，我们知道，我们的那个统计局数据统计局DOSM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 是用的最多数据的，其实是各领域的都在他那边。如果是要找人口啊、GDP 啊、环境啊、很多啊教育，有一些东西你是要必须去各自的部门去找的，但是那大的数据你是可以去这个 DOSM 找，不然的话 data.gov.my 如果是很 random 的东西，你都可以直接找到，你可以尝试一下。然后如果是想要一个看那个 timeline 的数据，如果在那个 data.gov.my 找不到，我是很那个数字是有参差不齐的，你可以去这个 MyIDC 那边去找，因为它是比较有根据的系统的拍出来给你。不然呢，你就针对那个部门的或者是那个机构的功能去找特定的数据。如果要知道财政预算案的数据或者是财政的资讯的话，当然去财政部找啊，他们有特定的social economics 的数据去 EPU 找啊，然后关于人口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其实是 DOSM 自己的数据，然后所以你看到了卫生啊、教育啊，或这些数据或者他们还有一些其他报告。我是很建议大家，如果想要了解一个政府的政策的话呢，如果一些部门是有推出年度报告，通常会有一些没有看到的数据，不会出现在这些文件里面的，他们通常也是会放在这个年度报告里面，你应该去读年度报告里面的数据。如果你有跟着这个部门的话，你会有更多其他的资料。然后呢，如果还是找不到，还有一个地方就是你可以去国会的网站去找，因为有时候国会议员会在下议院会提出一些问题，或有些人他们发表演说致辞的时候就会提到。当然我们有新的 project，他们也帮我们整理得更好了。如果你想要去找任何的题目，你打那个 keyword 进去，你在那个新的 project 那边找会比较容易找到，因为你还可以分析到底是哪一些先出来，这样它那个 relevance 啊，还有那个 date upload 的这些东西。比较有条理，在新加坡 project 那边，可是他们是 NGO，他们自己做的一个 project。如果是国会的话，就比较杂乱了。如果他跳出来几百个 search 的话，你自己找很麻烦。再来还是不能的话，就问股神哦。其实股神也是一个学问来的，我会告诉你怎样去找一些资料，通过股神比如说你从报道。有些报道呢，你要看到底它说明那个数据是从哪里来。我编这个是讲这个吃肥的，然后就告诉你是在这个National Health and Mobility Survey，然后这个东西出现的，这个是很直接的答案呐。很多时候你会找不到这直接的答案的，所以你这个你就再回去你的 Google 再 type 2019 National Health and Mobility Survey 到底出现在哪里，其实是在卫生部的其中一个agency 叫做 IKU。这个是要在乌孟那边，他们是每一年都会出这个 National Health Mobility Survey 的所以你就找到了。然后这个是讲这那个游客的到来到访的游客的数字，然后你看它有很多数字很多数据，然后告诉你是Tourism Malaysia 发出的一个 statement，这样它就是那个用的这个数据的单位嘛，你就去他们那个再去找啊。其实他们自己的 statistic 也在这出现了，你可能要去找 publication 或者是找 statistic，有时候会出现这两个字啊，你去找一找，或者你说在 media 那边所以你就会发现这些数据，通过这些媒体，再给你多两个例子，左边这个是讲这这个失业率的，然后告诉你 according to the Department of Statistics，所以你就知道。这个 labor 的数据，关于失业率的是，我们的统计局是常常都会公布的数据，所以你就去那个 DOSM 里面去找哦。然后这边 Asmin Ali 这个进来是大家是一个政治课题啦，因为
说外资减少了，就反对党就攻阿斯利门嘛，然后他告诉你一方面的资讯是从这个 UNCTAD 这边来的，是国际的数据，讲马来西亚的外资减少了差不多减少多少啊，超过三分之二，减少了很多。然后作为部长，他那阿斯宾有自己的说法吗？还有自己的数据吗？他数据哪里来？他告诉你是马伊达来，所以你去马伊达去找。可是他的数据跟这个联合国数据有分别吗？你要了解他分别咯，因为这个马伊达是说 approve 的数据，不代表这些人拿钱进来的，他是说 approve 而已哦。所以如果你懂这一方面的知识的话，你就可以懂得分别到底哪些人在辩论些什么了。然后如果是说 academic paper， 也是很多东西政府没有没有收集数据，而是由一些学术人员去寻找的东西。然后你可以从他们那边可以知道一些资讯是政府没有的，让他们自己找出来的。当然有时候如果你去读那个 paper 的话，他们是有 reference 的。如果他们有 cite 什么数据在里面的话呢，你去看他的 reference， 比如说8号、9号、10号是哪里来的啊，你看到这边 reference 有些也是说你把 statistic 的，然后告诉你是这边来的，你就去找啊。所以然后9号是说哪里来的啊，这个也是 data.gov.my 来的，所以你还是很容易可以找到这个资料，只要你肯去找了，问医生，然后在里面读一读，看一下 reference， OK。 然后还有一些时间呢，我再跟你分析，叫你们怎样分析，简单分析一下数据。数据你们可以做什么？合计咯，就是 aggregate sum 起来咯。这边右手边是那个 Excel 的那个方向啊，如果你们有用 Excel 的话，你们就懂得。sum 这个我是 sum 这边的，这个是一个例子而已，这个是COVID 的 data 来的，我的 data。就是叫你从这边 new cases 拉到这边 sum， 我要计算这整排一个星期的new cases 的这个数字 sum， 然后你可以分析面值的变化，这个减那一个啊，你想要知道，比如说3月10号和这个三月4号之间到底多少个新增的病例啊，你就减哦，这个减这个这样子哦。然后你要知，可能有些人喜欢用百分比去了解那个变化，所以你也可以就除以那个这个减这个除以这个啦，你就知道那个变化大小咯。变化是 3.2%， 一个星期呢下了 3.2% 的 cases。然后你也是可以看那个增长率啦，就是可能一段时间过后到底增长了多少。那我这边的例子是 H13， 比如死亡人数，一个星期内增加了 3.3。 但是如果你要问另外一个常用的东西，就是所谓的CAGR， 就是compound annual growth rate， 可是这个不是 annual， 因为我是每天的嘛，是 daily growth rate， 所以是每一天增加多少。它有一个 formula 的，我在那边里面给看呢，它每一天增加 0.5 到了三月十号的时候，就是这个数字的，这个很重要。如果是说你要看每一年的增长，如果那些所有玩股票的那些，其实那个CAGR 是很重要的东西来的。它有一个 formula 了，然后这个我暂时放在这边，如果想要了解更多，我会跟你解释。现在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你会看到大家谈平均，大家谈中位数，大家谈比较少人谈了，不过也有的是讲的最常见值和范畴。有分别吗？有的。如果是说平均的话 ，new cases 这个星期平均是1691。如果是中位数的话，是找如果把这个数字从最低排到最高，中间的那一个就是中位数，是1680，就是这一个了。第三天1月3号那天是中位数，最常见值是没有，因为没有人重复。范畴是最高的。数字减最低的，就是那个 range， 在这个三月四号到三月十号的最新病例里面呢，那个差别是大概874，这个是分析啦。这个 p significance difference， significant value p 价值呢，
这个不在我的这个这个例子里面呢、啊。这个如果是说有一些分析研究分析告诉你这一组跟那一组的差别是多少，如果你看那个 P 只是少过 0.05 的话，你才可以比较相信它。所谓什么是少过 0.05 的，它就意味着有少过5%这个差异哦，就纯粹是因为巧合的啊。如果是说还多过的话，就越来越多的情况，其实你随便你碰巧一下，你翻一翻那个比如说你 fit 一下你的 coin， 你可不可能得到 50% 啊？这个其实就根本是巧合而已嘛，就没有什么那个差别嘛。所以这个 significant value 在于，如果是少于 0.05 的话，那可信度是增加的。然后 correlation study， 如果你看那些研究的 paper 的话，它有两个方向，一个是 negative， 一个是 positive。1.0 是代表是 100% 是完全是跟着那个方向走的， 1.0 是完全是正面的方向，所以通常的correlation是在中间嘛。到底是这个 variable 跟另外 variable 是成正比还是成反比这样子咯。然后最后很重要的是你要了解一些数据是需要做一些标准化的，比如你要放 per capita， 比如你100万人多少人拥有汽车，因为你不能够比雪兰莪跟马六甲或玻璃市，因为他们根本就人口少嘛。所以如果你说吉隆坡这边有很多车，他们那边数字比较少，你不知道你平均到底他们是不是用的比较多车一点，所以你需要标准化。OK， 然后这个到底什么时候用中位数和平均数的，这个很重要。我这边要跟您说一说，因为如果是看这个家庭收入的数据的话，你如果有留心看，你会发现到上面这个是本能啊，就是中位数和普拉达。为什么普拉达每次会大过那个本能啊，那个中位数？其实这个答案已经在右边了，本来有我是 animation 的。是因为如果是看这个那个所谓我们交互人口的排列的话，用他每一个都去做调查问卷研究嘛，所以大部分人其实是偏向左边的，而右边的人是很有钱的，可是他们一加进来的时候就影响了整个那个平均值，所以一向来我们的那个平均值都是高过中位值，因为大部分人其实是往左边的，而有钱人是比较少数，但是他们可以真的很有钱，就把那个平均值 提高了。这个现象可以在城市或者是乡下都可以看到各族群。所以这个就是我说的啦。所以要明白，如果你要选择讲中位数和平均数，到底你平均数是不是对称分布？如果你是说要量一个社会一群人 的高低。当然，我们会知道大概会有一个这样子一个分布很比较对称的分布，但是还有一些情况可能你要量，篮球队的成员，当然那个分布就可能不一样，不是我们对称的分布，因为我们要通常会选择比较高的人来打篮球等等，所以平均和中位数就有分别了。那这个笑话大家记住，我相信你就明白什么是平均数了，就说当比尔盖茨一走入一个酒吧，每个人都是百万富翁的，是平均上的百万富翁，这就是那个平均的那个弱点啊，等于是。然后，这个一个假设的例子，我觉得很多人时候，比如说在经济不好的时候，都会操弄通货膨胀，东西哦贵了很多啊，然后可能会谈这个隔壁店的咖啡的价钱。如果说这个旧的价钱是1.5块，它增长了5角钱，哇，起了33%啊！这个政府太失败了，怎么可以让民不聊生啊？这个东西我们常接触的，我们常买的，我们其实是有一些感触的。其实我们觉得，哦，真的是很糟糕，我们买的东西都贵了。然后，可政府人就可以说，其实没有啦，你看，房产啊、车啊，其实没有什么变化嘛，少过5%那样子。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所谓的增加1%到5%都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可能10千或者50千。所以，可是这些东西不是人家常常买的，没有什么经验接触的。所以，政府可能可以用一些方式，或者政治人可以用一些方式来说的时候，你觉得其实也没有太糟。你看了大部分的，除了你看的这些例子，其实都没有这么
成长率没这么高了，30%那个也很离谱了。但是，所以你会，如果是政治人的话，你会选择用哪一个来讲呢？啊，这个是数据不能说话，是政治人物或者你会说话，是不是？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操弄的概念。当然还有可以提的是，即使要提房屋的话，我们可以谈我们的年轻人。现在买屋只要100万或者靠近100万才买到，我们那些要成家立户的怎样呢？成家立业怎样？100万是不是合理？这个价钱是不是合理？我们也要谈的。OK， 我觉得我差不多了。我到这边我是谈的是政策的论述，刚才我谈的是政策怎样去论述。所以你有一个研究的成果发现过后，你要怎样用这个东西来去支持你自己一个价值观和一个论述？这个是你说故事的能力了。当然你要怎样自圆其说，怎样去辩护你的论述是很重要的。然后有了这些论述过后，你是想要影响政策，所以你是要懂得去怎样去支持，争取支持哦，要怎样去成功游说，这个肯定是你考你的功夫的，因为不只是做政策研究，而你现在需要做游说的，所以得了解谁是你的伙伴，谁是你联盟的成员，是可以跟你一起支持这个政策的。你要知道谁是你的对手，他可能也是公民社会的其他人或者是其他利益集团，而对方其实提出什么样的论述，可能跟你价值观是很不一样的，他到底用什么样的说法。所以你做的政策研究有时候也是要去反驳另外一方面到底他们论述些什么，然后你争取对象是谁，你可能是想要直接争取部长的，但是你觉得其实公务员其实也很有影响力的，他们每天都接触他们老板或者是有呈报给老板，可能我也要争取支持公务员，而公务员也不是随随便便让人进去的哦，所以到底要怎样的方式去游说呢？然后你可能也要考虑到到底政治人物有什么样的考量，他们要推出什么样的政策，这个时候你去游说是否能够成功或者是遇到什么问题，这个你要一些政治的嗅觉，所以你才可以明白为什么你的东西你认为好，可是政治人物是不能接受的。 OK， 我有一些政治的政策研究的作品，我就放在这边这个好快点的时候你可以去参考一下。我是认为做政策研究是有它的效用的，比如我第一个是讲过你那个医药医学实习生的这个报告，因为我用大概3个月就把它完成了，这个其实是当时很多那个资料里面，因为很多政府都有资料也没有公布出来，我自己通过Medical Register 那边去找一个实习医生的那个数据，才可以了解到其实他们花了多长的时间才完成他们那个实习。所以这个出现的时候是引起一些注意的啦。所以过后如果你是看去年和前年的那个Health Facts 大概是要办，他们开始加了一栏就告诉你到底有多少个实习生。以前在那个发达可是当时没加这个数据的哦。然后第二个是在有那个skip 的那些，还是在有 My Salon 出现之前我们上台的时候本来是要批评这个 skip 的那些是多么可以怎样去改了，改成一个更好的一个 program。然后我有做个关于法律的研究，这个是 face 的时候我也很敢出来了，虽然公共的理论不在我这边，我是那个20%，人家是80%，我是就理性的去对话，让我拿这个出来跟大家分析吧，为什么我支持 face。 然后第四个这个是关于这个药剂的一个研究，这个也是一个很标志性的文件，非常有影响力的，显示告诉你到底在我们药剂为什么呢？我们药会卖得很贵，为什么药剂公司控制了市场，他们怎样控制市场，然后外国公司是否比本地公司因为有专利它更能垄断市场而能够随意开价这个东西都在里面可以找到那个问题。所以这个是不能说做政策研究是没有用的，我觉得你们这个东西其实很多人明白开窍的知道这个系统的结构性的问题在哪里。那最后这个其实我有提成过给 Dr. Zhu 的，其实是为了要推要政府可以推更多的那个 health screening 来帮助去揪出那些有癌症风险的病人，这样子咯。我觉得我就讲完了这整个课程要的东西，接下来就等待你们发问了啦。我讲了好久了，
谢谢你们。我现在去看，因为我 share 的时候是 share 我的 screen 呢，我一转开的时候你就看不到我的 screen 了。OK，可以。好，可以念出来哪一些吗？我的问题是，因为如果是 state 跟 local 字面上的意思是州政府和地方政府，对吗？是，然后我之前我一直以为这两个是一样的，看起来好像不是一样的。其实你也知道你有4亿元，但是你的4亿元是你选出来的吧？还是谁选的？其实这整两个系统是不一样，但是因为选出那个代表属于执政地方的问题方面，因为没有地方选举，所以市议员还有整个市政厅的操作是由州政府直接或间接管理的啦，因为他们派去委任他们自己的人。但行政方面是有分别的，比如说，如果你看州的财政预算案是没有地方政府的那些税收的全部在里面，因为这两个不同的个体来的啊。有一个相关的问题，我可以在这里打岔问，对。就是刚刚在那个 slide 讲地方选，就是那三个重叠的时候，就是他有讲到，有一个不会推行地方选举的一个阻力，就是很多重叠的地方是在讲哪里一个重叠？因为你刚刚讲好像是经济活动或者经济上面的东西比较少。那个没有重叠，很多地图，排税，这样，比如讲城市规划嘛，城市规划就有大的重叠了，因为地方政府必须有自己的 license，然后你要申请土地当然是州政府，但是比那些技术上的东西，到底你可不可以施工，或者你的火警的那些东西的允许，这些都需要是由地方政府批准的。或者有 license 性的东西就是嘛，你要开你的生意等等之类，你要执照嘛，这些东西都是地方政府的。所以如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是分开的话，就代表有可能地方政府获胜的不是你的党的，那时候他们既有自己的政策，那就有可能跟州政府会有一些冲突。比如说你想要某一些发展商去发展哪一块地，但是因为那个不是你的地方政府嘛，所以他跟你作对，他不要，然后。也达不到你的目的哦。所以，如果像那种重叠是联邦州跟地方政府都重叠的话，最后比较大的权力是在地方政府。你要看什么情况，比如说，你看，在卫生方面，其实三个都有重叠，但是，在卫生方面决定医护人员，人手方面的，是中央政府决定很多方面的，除了是公共卫生的一些措施。是地方政府可以去执行，比如看有没有黑斑蚊啊，或者是那些污垢啊，有没有影响到那个周围的那个卫生状态啊，滋生老鼠、蟑螂之类的啊，这些是地方政府可以看的。但是讲这那个大的政策，比如诊所啊、医院啊，比如医生的福利等等之类的都是联邦政府，虽然他们都是 share 那个 concurrent list，但是权限还是有分别的。吉恒，Yes，我想请问，那地方政府的 budget 是谁 approve 的？地方政府在自己的议会厅里面提出来咯，然后市议员要 approve 咯，哦，市议员，市议员但是是州政府委任的啦，所以他们应该也知道州政府应该知道发生什么事了，这是我的前提啊。对，那我的意思是，譬如说，我今年我现在是给 example 啦，假设说这个地方政府它的 budget 是
10 million。那我因为现在州那个市议员说，哎，我明年要增加20%，变成120 million。那这个是州政府approve 的。没有，他们自己可以 approve 的，但是如果收那个收支不平的话，他们怎样？他们地方政府和州政府不能自己举债，啊，不能够卖 bond， 不能够借钱 啊，所以如果他说要开支更多，那他们就税收更多，比如说门牌税要提高咯，或者什么要什么样执照费要提高咯，这样他就可以高到20% 的那个 deficit 啊，不然的话，其实他们不应该 run in deficit， 因为他们没有钱能够借的，不像中央政府可以借钱的。OK， 那这样子这个这个州 OK， 这个地方政府的 budget 我可以了解。那州政府，比如说 state 的 budget， 它是关系到什么东西呢？哦，但是state 当然有很多方面，比如土地税啊是他们收的啊，他们有 revenue， 当然他们就有支出啦，比如在一个 state park 啊，一些东西是他们管理的，其实也蛮多的设施，比如环境方面的也是由他们管理的啊。所以他们也要支付一些薪水，他们也有自己的公务员啊，在州议会里面的州议会里面的也是州政府给的，所以、okay. 对这些都在我的 budget 里面。OK， 了解 ，Thank you。所以我是认为，如果没有必要复杂化的话，比如你的那个研究的课题没有很复杂的话，你没有需要用到很复杂的那个 statistic 的方式嘛？因为如果说你看平均值或看中位值，要可以告诉你的讯息的话，你就不需要去周去了。P value 是当你有两个不同的样本，两个群体，你要去对比的时候，当然我讲的政策研究其实就是一个社会科学的一部分嘛，那个指数是一个很interdisciplinary 的一个 research， 我认为它是一个政治科学的一部分啊。所以你讲会不会用到 p-value 是有可能会用到的，但是我刚才我是告诉你们 p-value 的意思是什么了，因为很多人不大明白。所以如果是说你要做研究而你不懂要用什么样的那个统计方式的话，你可以去问一些懂的人哦。如果没有必要用到的话，其实你就不用去走到那边了，因为其实大众其实也不是很懂，如果你太细的那个分别是什么的话，最常用的是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啊。如果你去访问，可以很多的那个variables 那个导因，你可以去检视这些每一个导因是否扮演着怎么样的举足轻重的那个角色，它成分是什么？它影响力是多大？你可以通过对 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来去了解。不过这些是 researcher 懂的东西而已。你出来是告诉人说，你是告诉了哦，这一个因素会导致那个结果，大概占据70%的原因是因为这个啊，那个是你要说出来的，你不是期待公众会看得懂那个东西说出来。但是现在你们在这个workshop， 你们。我可以告诉你们多一点，然后你们至少看到这东西，你不会觉得很陌生，你至少还可以看懂，懂多一点。如果你要知道更多的话，你们需要自己再深入的研究了。我看你可以问掌柜，掌柜应该会懂的。
魔鬼中的细节，细节中的魔鬼。我谈那个智库的研究，我以前在智库做过，我敢说我自己有保持自己的敏锐性的，也不是每样东西都是上头的知识的。毕竟也知道有些政治人也不是很懂政策研究的，所以他们也不会去搞我们了。或者说他们想要去研究什么时候，还没看有什么人有空，你叫那个人去做，只要觉得这个人可以做，你做。不然的话，我以前的 practice 是我做我自己要做的东西的。当然，我这个东西我是自己衡量，是对社会有用，对槟城或对这个国家，我去做的研究。但这个智库东西是因智库而立啦，或者谁是领导人而立的。是否现在我以前服务过那个智库还是这样子，我就觉得就不能说了，应该是很不一样的。那其他智库有自己的文化，所以我不能说，只是我是当初我自己做的东西，我保持自己的研究的独立性。除了那些有人叫我做的东西啊、有时候就，像这东西也不能告诉你很多了，就是这样子了啊。然后关于不同结果啊，那个关于首相的那个 polling， 我觉得这种是 poll 来的。你要如果要了解这个省会的结果的分别，你要看他们采样的那个样本，那个 n 是多少，然后哪里到底是访问谁，可能哪一个群体你也知道嘛。我们马来西亚是非常跟着种族的，或者跟宗教的，或者地域上的分别也懂了。如果是地理上，你去问到东海岸的，你也知道可能看他们对。他说对民进的观感是什么的，或通常有一些比较结构性 的反应的，所以这些分别就在于他们就是 methodology 了，你就看他们的那个到底怎样乱这个设备了。我相信一般的如果我说我们要做研究的话，你们很难能够像这些机构能够采样到1000个以上，因为你也不可能自己打电话，你们没有 call center， 除非你们有钱。那你有钱的话，你可以请他们做。告诉你是很 不便宜的哦，经常做设备或者做这种很薄利的东西。所以如果是我们市民能够做的，你可能是在做更多 qualitative 或者是做 secondary analysis， 去看政府的数据，然后去分析这个 plan， 其实是很蛮容易做的。我刚才给你几个 page 那些各部门的一些数据分布在哪里，你可以从这数据里面去了解一些现象。你要把这些数据的这些资料哦，当做是一个 proxy 去了解一些问题。可能你要看不同，比如说经济方面，你要看labor participation 跟那个 minimum wage 的 effect 是否。如果你觉得有人说因为有 minimum wage， 会失业率可能会有影响啦，因为这个太高嘛，然后那些资方不愿意给，就很多人就找不到工作，这个是一个假设嘛，所以你就看咯。所以你如果懂这些数据的主题的话，你就看这 proxy 到底可不可以解释你的那个论述咯。嗯，没有，OK 啦，我觉得你们是说可能有些人看是那个 impact factor， 或者是其实这都是很学术性的东西啦。peer review 是代表是有同行人跟你看过你的文章，但是有时候这些peer review 文章都是给这些什么是 publisher lock 起来，你其实大部分的公众是看不到的。我认为如果公共研究是有影响力的研究的话，应该是那个资讯是能够传到去给大众媒体的，让大家会有一些讨论和评论的，所以你不要太在乎是否是哪一个journal出来的。但是如果你是有学术的训练的话，你甚至可以批评一些所谓好的journal出来的一些瑕疵或者是论述不好的地方，因为你是在那方面的 expert， 你其实懂得怎样去回应这些人的。所以也不要看，所以不要看牌子哦，不要看哪一只是很精良的等等。所以你要用自己的判断去看这些研究的数字。
也可能也可以就让一个工作坊去教导选民的应该有知识。没有，我是说的所谓 evidence-based policy 是你提出 policy 的时候，你很讲究这种比较系统性的empirical 的证据，你会可能你会做了一些研究，你提成给可能相关单位的时候，你会把这研究这数据分析表达给他，而不是告诉人家过去你经验是什么什么等等这些，所以这个 approach 跟那些 non-empirical 的是有一些分别。但不是说如果你说做 qualitative 的话，其实也是一种 evidence 啊。如果你访问人家，你有一套系统去做的研究，即使是 qualitative 也是 evidence based。不是 evidence 就是刚才我讲的那种有 bias 有偏差的。可能我就是访问几个人，我就问了几个商团的领袖，他们认为应该这样子做，然后你去跟政府讲应该这样子做啊，这种就不是 evidence based 了。所以怎样评估，我觉得这些都是 science。如果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的话，是任何人都可以的评论，包括专家本身。因为其实 science 也没有对和错嘛。因为如果你是在那一行人，你也知道你哪里不认同，不代表因为他错，可能他是那个价值跟他论述，还有他的他用的方式跟你不同，你有自己一些的偏好啊，所以有时候你很难争辩到底谁对谁错，是看观点的不同而已。如果是只是观点，但数据如果是采样出来的数据是这样子，如果你说他数据是错的话，那你也有证据啦。或者他特别隐藏的不利于他的数据啊，那你要去叫他拿出来，我要做 peer review， 我要你看完你数据，你不可以隐藏来一些数据，因为这个对这个结果是有影响的嘛。但是其实很多科学界的人会特地的去消灭证据。我在科学界里面我有待过，我知道一些人的恶习，所以不能只看平台，因为有些人如果会纵容这些人去做一些很好看的数据的时候，其实这个是偏离真相的。因为真实世界的话是有一些是有 outlier 的啊，所以这个是有点难啊。我所谓讲评估的话，是要一些专家还有一些人懂的人去 peer review 是最好咯。像这边是不是很多人有兴趣智库啊？我有个人对智库的意见呢，是都只讲这是政党的智库了，看是什么样的智库，也有一些是我甚至知道有一些是大使馆都有一些智库，或者商团有一些智库，所以要知道背后的老板是什么，他怎样用那个智库，然后他们自己的什么样的目的。所以我相信这些党团的智库的 KPI 肯定跟这个学术的机构的不同，因为生存的方式，他们发展的方式很不一样嘛。这党团的智库当然是为了党团的利益啊。我觉得人事方面，KPI 方面有时候也未必是很清楚的啦。你要知道，智库有时候也跟一般公司一样，也是有人事关系、政治关系等等的。所以KPI 这个东西，我不知道哪一些智库啦，我知道一些智库是没有类似这样的 KPI。可能关联公司的有啊，可能关联公司的。我有一个question，叶可，我想问一下，刚刚所谓的那什么智库的 KPI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们一年要做多少个出来吗？还是什么？是啊，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啦。你没有强性的、硬性的规定说要发表些是多少样东西。才继续请你，不然就把你赶走那种我不认为完全是这样啦，我不认为是，我觉得不像公共那种政府大学那些比较硬性，或者是觉得大学啦，大学是比较学术的环境嘛，他就看你的这些学术期刊、这些学术的贡献。智库甚至没有一样东西可以在发表在外面的，我知道比如马华的智库，你上都没有发表些什么文章，
那些人还继续工作啊，可以啊。欸，我刚才是在想说，有些人像刚好听到说，为了 KPI 而发表，可是假设另外一个角度来讲的话，他发表的文章是有论述的，有意义的，那也是 OK 啊。没有啦，我觉得大家讨论这个 KPI 现象是因为有一些KPI 要求是太过分，是那些没有做研究人提出来的那个KPI 那个价值那个标准，因为你知道你做研究的时候你是需要时间，你需要去采样的时候，你可能还需要在更多方面你需要做一个完整的论述，你需要再看这个东西，有时候你做到研究到一半的时候，你还发现你更多东西你不懂，你想要继续挖下去。如果是还要赶你在一年要发五六个的话，哪有这个时间？就是你就可能看了很片面的东西，你就集合起来就发出去了，因为你也不管，本来可以更好的东西，变成你不能发表在更好的的期刊，因为你不是很完整。然后不完整的时候就出现可能会有偏差，然后可能会有误导，因为你的东西你没有看到。了解，谢谢。然后这个OSA 已经不是新鲜事了，蛮多的数据是确实都在检查，所以公民社会应该要政府检查。那不是说所有的文件都应该公开，比如内阁的文件等等，可能在一些时间内是不应该公开，可能二十年以内那种 OK 啦，我明白，或者是一些跟保安有关系，可能很多各种名目的东西他们放 OSA， 这个就很不应该啦，这个很不应该，肯定是有影响的啦。如果你问那些真正有做研究的人，他不能说没有影响啊。如果我们可以看到更多东西，肯定有更多东西可以去批评或者去批判政府了。但其实我本身呢也不是那种 cherry picking， 我其实想要了解更多真相。如果做得好，我还是可以称赞的。但是我在不懂的情况之下，也无从都评论到底他们怎样做，因为是事实是嘛。我应该 share 这个嘛？OK 了，我这样子啦，我因为其实我是希望你们自行去分组，我暂时有发了六个问题在那边，可能一组里面。看现在有多少人啊，可能五六个一组去研究一个课题。我希望在下个星期由你们来提出你们的那个政策研究，然后我来帮你点评一下。你们来自行去放你的名字吧。严可，你应该把那个link给大家，然后让大家自己登记下去，放自己的名字下去。这边有下面这个令你们也可以自己答，然后一到六题我跟你们读过一次了，这个其实是新学人他们要的课题，我们现在谈这个非正规劳工，我觉得这个就是刚才讲到的现象，因为在疫情下很多人失业了，所以他们其实可能想要知道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福利保障。当然我刚才我谈到的东西嘛，你要有一些样的福利，然后可能你要提示哪一些，到底是谁给，很多人说可能是应该雇主给啊，应该资方要给啊，如果不是资方给，政府给又是怎样一种政策呢，到底要怎样做到呢，钱哪里来呢，这个是第一题要谈的东西咯。然后第二题我觉得很有趣的，不懂你们那个要谈这题啊，继续做研究，你可以挨着谈高铁或者谈 PCR 哦。到底这个项目值得吗？对的决定，如果是新高铁的话，是否应该重启？而你的理据是什么？你们可以用可能交通的数据，或者你们可以用可能他们的收支到底能平衡，还有那个maintenance 等等之类，你们很多可能需要依赖官方的数据，
那官方数据你要去特别提防一下，因为可能他们如果他们很想要这个计划，他们肯定会飙高那个数字嘛，所以你要看监视他们数字是不是合理。你可能对比可能新马之间的来往到底平常是多少人，到底多少人坐巴士去，多少人坐飞机去，到时候因为高铁可能应该转啊等等之类，这个可能你们要去做个研究咯。你们不能只是拿政府的数据而已咯。OK， 第三题呢，刚才讲到外资哦，我对外资是有一些意见的啦，不过我不懂你们的是怎样看，外资增减的争议你们能够理清吗？到底谁对谁错？到底是不是像阿斯林讲的这样，或者是那个联合国报告的这样？然后更重要的是，到底我们要检讨这个外资，外资对我国经济有多大影响，多大？到底近年来是否那个投资项目有转变了？我们已经不谈工业国了嘛，我们已经是industry 4.0了，开始转服务业，然后很多东西开始转。到底投资项目是不是一成不变的？以前我们很多收到的外资的时候是怎样的外资？现在的外资是怎样的外资？这个我们一直跟着了，所以你们做研究很好。所以最后呢，你看到这转变后，到底我国应该要有什么样的经济政策？是否像阿芬这样子要挑选的限制外资？不是什么人都来都要来，那些是外资啊，好不好的外资啊？所以这个就是大家应该可以辩论的东西咯。第四题是比较讲到监狱的，比如说监狱是疾病的温床，然后所以要问的是为什么监狱是这样子拥挤和卫生条件这么差，有没有人想过，还有人关心过？然后是不是因为拥挤，是不是因为坐牢人数跟这犯罪率高，可能是很多人犯罪啊。可是我今天我是听到很多这些警方说犯罪率下降啦，可是为什么还这样多人坐牢呢？到底是为什么会拥挤这个现象呢？然后卫生条件差是不是因为管理的态度，因为社会上普遍对罪犯的歧视有关啊，所以他们可能在那个 budget 方面特地就不给多啦，即使起了这样多人做监牢，但是你的 budget 才起他们一点点，是逐年下滑的，这样你将能够拿到很有营养数字的东西呢，比如说这样子哦。然后你看了这数据后，你要提出政策啊，如果你是政府，你应该要有什么样的对策去改善这个问题，是否应该改善的？很多人可能觉得不需要改善，因为这些都是罪有应得的人，这个回到你了，所以你要讲去游说的，做政策的游说的啊。第五题是讲关于教育部或者是高教部，有时候他们在一起了啊。我们知道他每年获得最多的政治拨款，我们也知道政府投入很多资源，为什么每次看不到效果？我们也常常爱跟邻国比啦，新加坡、泰国啦，甚至有些爱跟韩国啊、台湾比啦。是否我们教育水平有随着这个投资有提升？或者国家竞争力和人才方面有提升，不再更多的人才流失，为什么没有这个现象呢？或者说这个现象到底怎么样呢？所以教育这方面哪一边要改进和改革才能够符合国家利益和社会的期盼？所以这个是蛮大的题啦，我让你们自由去发挥了，我没有说要到底要这样研究，只要在谈到高教还有国家利益和社会的期盼或者怎样的改革就 OK 了。 OK， 最后一个是环境题啦。我们也知道很多州属开始一些森林保护区已经被撤销的限道，因为要发展，听到越来越多，到底问题有多严重？到底有多少绿地现在还是原始的？到底多少被你给限了啦？这个可能你要看多一点报道，或者是看一下哪里有一些数据，即使你有数据，你们也要了解那个数据的定义是什么，因为他们讲所谓的绿地，什么意思是绿地啊？这个也很重要。所以我有点是比较好奇的是想要知道到底它跟如中原之间有什么样的变化，有什么关联呢？有人说如中种植业嘛是影响那个森林腹地减少的一个原因，因为你坐飞机去东马，所以你看到很多森林都变成了那个如中种植业嘛，所以是否有关联啊？然后在于这个土地方面的政策，我们也知道是州政府管理的啦，到底是要取消那个限报，或者是要把那个地做什么用途，都是州政府。所以如果是联邦政府的话，应该要有怎么样的协调角色？如果这个是个问题，到底要讲避免森林土地继续流失，如果是因为州政府很需要这个卖地来维持他们的生活，或者他们运作，或者是他们不懂啊要贪污还是什么啊，
这样子的话，到底要有什么样的政策避免他们继续去开发那个生意土地？这是我的六个问题，你们自己选啦。你们自己协调了，但是我可以提供课后服务，就是你们可以把所有学员集在一个群组，然后里面什么关于政策研究的课题可以直接问我了，在那个群组里面。但是如果你们自己的题目，你们自己做研究，你们几时要去讨论，几时开会是你们事 ，OK？ 但是你们什么大的题目你要问我，你可以在那个群组问我，可以吗？我记得你们在那个填写那个报名的时候，你们有一些人呐、啊，有填你们的电话，可能有一些人有填呐、啊，但是可以问一下到医院呢。娟哥，你可以帮忙吗？OK， 好了，这就是你们接下来一个星期的功课了。希望你们努力研究，我会尽量帮忙你们。如果你们在哪一方面，你们想要找什么样的资料，你们找不到，或者你想要知道有没有类似的资料，你要问我，我可以尝试看我的经验，我有没有记得有任何资料。不然的话，你知道啦，问股神，该有几个方式，你去尝试先找，data.my.usm 这些东西先找完先。如果真的找不到，把你们都找不到，可能真的是没有了，你说也找不到了。大家。Bye.